咁啊，嗰度喺印印皮啊，你冇翻？对。哇，还有几国门呢，还有床，老式的蹦子床。我们家有这种床哎，妈妈睡的还就是这种床。这是胖哥做的这个灶，回家了。曾爷爷怎么喊呀？曾家的，曾老的官。大媳妇的话，跟几年子媳妇。哎呀，你没搞过吗？啊？那么多桶，一桶，两桶，老板呢？一桶、五桶、六桶、七桶、八桶。哇，我还有琵琶花，琵琶花就是琵琶。琵琶花是裂天吗？裂啊，琵琶花。这是胖哥他们专门用来收这个蜜蜂的，这东西很实用啊，很长的一个杆儿，也好输管线。